所定的日子，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来敬拜他。请听神的话，记载在约翰福音4:23-24。神是个灵，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诚实拜他。时候将到，如今就是了。那真正拜父的
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，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。同在赐福带领我们今早的崇拜，我们奉圣父、圣子、圣灵的名开始今天的崇拜，阿们。来啊，我们要屈身敬拜，
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，因为他是我们的上帝，我们是他草场的羊，是他手下的民，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。我们若说自己无罪，便是自欺，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上帝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现在让我们用一段安静的时间默想和自我反省，然后我们一同向上帝认罪。认罪文一起向上帝认罪。上帝啊，我们承认我们曾被罪捆绑，没有自由，我们在思想、言语、行为上常得罪你。我们所愿意的善，我们反不做，我们所不愿意的恶，我们反去做。我们没有尽心尽意爱你，也没有爱人如己。恳求你因你儿子主耶稣的缘故，施恩赦免我们，并复兴与引领我们，让我们能遵守你的旨意，并与你同行。愿颂赞归于你的圣名，阿们。凭着上帝的恩典，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死了。上帝怜悯我们，并已赦免我们一切的罪。一切信靠耶稣基督的，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，并将圣灵赐给他们。让我坦然无惧来到世人座前，用心灵诚实寻求你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何等地需要你，需要更多你的同在，在我生命。来到世人座前，用心灵诚实寻求你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何等地需要你，需要更多你的同在，在我生命。Oh
44:6-8，请听神的话语。耶和华以色列的君，
以色列的救赎主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我是首先的，我是末后的，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。自从我设立古时的名，谁能向我宣告并且指明，又为自己陈说呢？让他将未来的事和必成的事说明。你们不要恐惧，也不要害怕，我岂不是从上古就说明指示你们吗？并且你们是我的见证，除我以外岂有真神吗？诚然没有磐石，我不知道一个。阿们。罗马书八章十八至二十七节，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，就不足介意了。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，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，不是自己愿意，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。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瑕疵，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。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，直到如今。不但如此，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，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，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。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，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，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？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，就必忍耐等候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，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，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。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，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。马太福音十三章二十四到三十节，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，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，自知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，将稗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，到长苗吐穗的时候，稗子也显出来。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，主啊，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？从哪里来的稗子呢？主人说，这是仇敌做的。仆人说，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？主人说，不必，恐怕薅稗子连麦子也拔出来，用这两样一起长，等做收割。当收割的时候，我要对收割的人说，先将稗子薅出来，捆成捆，留作烧，我也有麦子要收在仓里。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六到四十三节。当下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，他的门徒进前来说，请把田间稗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。他回答说，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，田地就是世界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，稗子就是那恶者之子。撒稗子的仇敌就是魔鬼，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，收割的人就是天使，将稗子薅出来用火焚烧，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。人只要差遣使者，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，丢在火炉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那时一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，像太阳一样，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弟兄姐妹平安。从刚才我们所看的福音引题，马太福音十三章二十四到三十节，三十六到四十三节，这是一个麦子与稗子的比喻，内容相当清楚。除了稗子需要稍加解释外，整个比喻一读就明白。主耶稣也亲自解释了这个比喻的真理。从三十七到三十九节，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稗子就是那恶者之子，撒稗子的就是魔鬼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，田地就是世界，撒好种的就是人子。
让我们来看这一片长着稗子的田地。从三十九节经文告诉我们，稗子是仇敌魔鬼在这个世界上的工作。我们知道那里有工神的工作，那里就有撒旦在暗中做破坏神的工作，就好像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，耶稣撒的是麦子，但趁夜晚人睡觉的时候，趁着黑暗的时候，趁着人不注意的时候，魔鬼就偷偷的在田里撒下稗子。所以当稗子长大起来，仆人有一个困惑，就对主人说，主啊，这不是你明明撒好种在田地里吗？从那里来的稗子呢？主人说，这个是谁所做的呢？是仇敌所做的，稗子是魔鬼所撒的。这就好像有人在问，上帝是全然善良的，上帝怎么会造邪恶呢？这个美丽的世界不是上帝所造的吗？为什么这个世界有这么多残忍的事情，有这么多不幸的悲剧，就如现在的冠病疫情，让人觉得很痛苦。其实耶稣借着这一个比喻要告诉我们，这都是撒旦的工作，他来就是要破坏、偷窃、杀害人的性命，他要破坏人的幸福，他要偷窃人的平安与喜乐。所以天国与地上的国是一个征战，是麦子与稗子的征战。其实我们的人生就是一场麦子与稗子之间的征战。在这一场的征战当中，我们要认清一件事情，就是这块田地仍然是属于耶稣基督的，这是一个天父世界。这一块的田地是属于谁的呢？是属于人子的。虽然这个田地有稗子生长着，但田地仍然是属于田主的。魔鬼只敢趁着晚上偷偷摸摸，这说明了他的不合法性，表明这一块的田地的所有权不属于魔鬼。有一首我们很熟悉的诗歌，这是天父世界，其中有一节这么说，这是天父世界，求主叫我不忘，罪恶虽然好像得胜，天父却仍掌权。这是天父世界，我心不必忧伤。我们也许有一个观念，一看到世界上有恶的存在，我们就说这个世界是属于撒旦的。没有信心的眼睛就只看见世界上长满了稗子，有信心的眼睛却永远看见麦子是多过稗子的。记得纵使有这些稗子在田地里面，这田地仍然是属于主的，不是属于撒旦的。他是世界的主，他仍然掌权，这是天父世界。所以我们的心不必忧伤，也不必惧怕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是有信仰的人，不要活得好像没有信仰一样。若我们有一颗平静安稳的信心，我们就能够克服许多的困难。若胆怯，我们抗战的力量就减少。然而这场战争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？是麦子和稗子的外观十分的相似，因此我们要小心稗子的侵入。当你购买 一件物品的时候，你能够分辨出它是正品还是阴品吗？就是说或者是假冒牌货。在这个时代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阴品，它看起来几乎跟正品是一模一样的，难以分辨，叫人容易受骗。就好像家家户户都有喝的麦乐，我们都很熟悉，
但你分辨得出真脉络跟假脉络吗？如果我们注意的话，我们看它的颜色、它的包装、真假都有一些的差别。正如圣经所说，撒旦穿着光明的天使引诱欺骗信徒，因此我们必须有能力要分辨出真假的分别。我们要懂得什么是麦子，什么是稗子。稗子所长的穗子是有毒的。稗子和麦子在生长的初期，外表看起来十分的相似，很难分辨出来。但是等到它出芽、发芽、长穗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才看得出来。哦，原来这个不是麦子，而是稗子，但是已经来不及了。稗子的籽粒是不能吃的，因为它有毒，若吃了可能会导致抽筋、呕吐、头晕等症状，严重的话可能会引致眼睛瞎了，甚至死亡。稗子的根比麦子强，它会吸收掉整个麦子所有的养分，而影响了麦子的产量。稗子在成长的过程，以麦子它们的根须盘结交错纠缠在一起。如果你要拔起稗子的话，你会不只会伤害到麦子，同时你也会把它一起拔起来。所以最好是长到稗子长到末期的时候，做一次过的拔除，以后就把它捆住丢在火炉里烧了。这里仆人要求主人把稗子拔除，这是很自然的反应。主人却说先容这两样一起的生长，等到收割。主人不要移除稗子，其实这是一个很独特的教导，因为稗子与麦子十分相似，因此教会要分辨麦子与稗子。我们要保护教会，我们要保护下一代。这一块麦子和稗子一起生长的田地，不但是指世界，也是指教会。我们基督徒很难接受的是，在教会中也有稗子吗？许多时候，我们多半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，稗子和麦子相杂生长的。我们一定要接受这个人性的事实，没有一个地方，包括教会，是全然只有麦子的。就是耶稣所拣选的十二个门徒当中，也有一个魔鬼之子犹大。今天教会要学会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一定要学习分辨。我们要明白，撒旦是用尽各样的方法，趁我们不注意的时候，把那些有毒的思想放进教会里面。教会如果不懂得分辨，把稗子当着麦子，教会就在不知不觉中跟着世界走。我们怎么样分辨正品跟阴品呢？唯一的方法，除非我们对正品有很清楚的认识，就好像如果我们对真钞票的质地跟画面有很清楚的认识，我们就很容易的分辨假钞票。同样的，如果教会没有根本的真理在里面做扎根的时候，它是没有办法做分辨的工作。例如在之前 MCO 行动管制期间，东方闪电一端趁机侵入，他所谓的真理外表看起来与基督教的正统真理很相似，很属灵，很得基理。如果你对圣经很熟悉，你就很快地看出其中的歪理。所以教会需要做门徒训练，教会要看守羊群，我们要防备那些趁我们不注意的时候，将这些稗子有毒的思想渗透到教会里面。今天我们看看这个世界有太多似是而非有毒的思想，包括性解放运动、同性恋合法化、
已经侵入教会了，很多婚姻外的男女关系、物质主义、放纵主义，还有重金属的音乐。另外，我们也看到透过电视、电影，特别是网络媒体，它很诱人的色情画面，还有世俗的价值观，以一种包装的方式，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我们的思想，进入了我们的客厅，进入了我们的网络，甚至很多时候也进入了我们的教会和我们很多的年轻人当中。一开始，也许我们没有办法分辨，我们总是觉得好像大家都是一样，我们没有办法分别麦子与稗子。等到有一天它发芽长穗的时候，我们才发现我们的家庭，包括基督徒的家庭，我们的青少年人都被毒害了，我们要为此付上了极大的代价。我们发现很多的青少年人沉浸在社交网络，一天花5个小时、6个小时，甚至8个小时在网络世界。天一亮，睁开眼睛，第一件事情就是看手机。晚上睡觉，闭眼之前，最后的一件事情也是看手机。请问，他们还有多少剩余的时间灵修呢？他们还会有什么样的心情去灵修呢？也许我们大人也是这样，我们不知不觉已经被稗子掳掠，我们的思想、我们的价值观、爱好都是受世界的思想、世界的价值观所下旨。我们也看到一些教会里运作的模式，其实就是世界运作的模式，甚至一些在教会领导层运作的模式，可能也是世界领导运作的模式，而不是天国运作的模式。各式各样的世界方式，这些有毒的思想都趁着教会不注意的时候，在当中撒下了有毒的稗子。弟兄姐妹，教会真的不能太天真。今天我们需要起来分辨什么是麦子，什么是稗子，我们需要起来征战，还需要起来教导教会属于圣经纯正的真理。我们需要保护我们的教会，我们需要保护我们的家庭，很重要的，我们要保护我们年轻的一代，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分辨，也不明白稗子的本质。因为稗子看起来是这样的，与麦子相似，而且好像大家都是这样做，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。否则我们若中了稗子的毒性，有一天我们要为此付上极大的代价。人生是一场麦子与稗子的属灵征战，我们要起来征战，我们要起来守望我们的教会。然而我们也要问自己，你的心田如何？是长着麦子或是稗子呢？如果我们认识自己，认识我们人里面稗子倾向的本性，要谨慎小心，不让撒旦有重大的空间来撒稗子，不让稗子有空间来成长。很多时候你看见别人心田里的稗子，其实可能你不太会分辨而看错了，而你却没有看见自己心田里面的稗子，因为这两者非常的相似。我们人的心很容易骄傲、自大又蒙蔽，我们很会审判、批评、数落别人的稗子，我们利用各样的方式常对别人做出无理的审判。特别是今日网络的时代，每个人都可以用网络去审判，而且有时候的审判是相当残忍的。我们在教会中，肢体实在需要彼此的包容，互相的接纳，不是通过定罪，而是通过接纳
好像耶稣接纳了撒该，接纳了你我一样。耶稣基督降世的目的是要拯救，而不是审判，不是定罪。审判在于神，神没有给我们审判的权利，审判是神的事，接纳包容是我们的事。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其实是人或事的外在情况，却以为自己很清楚知道它的内容跟实在的情况。求主保守我们的心，不让恶者在我们的心田撒下败子，撒下那些负面的情绪、苦毒、恼恨、不肯饶恕、不能和睦，或者是败坏世界的思想在我们的当中。所以不要审判别人是麦子或是败子，要谨慎是确定自己心中所撒的是麦子，并且活出天国子民的特征来。最后我们来看将来的审判，审判在于神，他不会太迟。分辨麦子和败子是神的工作，不是人的工作。虽然人常常很热衷于分辨败子和麦子，主说现在不是薅败子的时候，我们也不是那薅败子的人。分辨败子和麦子是要按照着神的时间，不是按照着我们的时间，而且只能是领受了神差派的人才有合法的地位去进行。弟兄姊妹，现今仍然是麦子和败子互相混杂共长的时候，我们必须接受这个事实，同时我们也必须等待天国的完成。这就是这个比喻的要点。如果将来没有审判，其实麦子跟败子就没有什么分别，那么只要伪装成麦子就可以了。将来如果没有审判，其实我们在地上很多不公不义的事情就没有了答案。我们看到幕后神的审判带来麦子与败子两种很大不同的命运，败子最后逃不了，要丢在火炉里面焚烧，在那里哀哭切齿了。弟兄姊妹，你要对神有信心，要信得过神，审判在于神，他不会太迟，神可能会延迟，但绝对不会太迟，审判一定会来到，但不是现在。感谢神，我们等待的不是审判，我们等待的是天国。我们相信神仍然掌管这个世界，让在败子不会猖獗，麦子是仍然茂盛生长的。我们的人生就好像麦子与败子的征战，我们要起来征战，我们要看守我们的教会，我们要在这个时代里面刚强，活出得胜的生命。让我们同心祷告。主啊，我们的人生好像一场征战，像麦子与败子的征战，这个征战一直持续着。求主保守教会，坚固教会，不让撒旦有毒的思想诡计进入我们的教会家庭。求主耶稣的宝血涂抹教会，用真理保护教会，教会要在真理上扎根，要守望，也要有智慧的分辨什么是败子，什么是麦子。我们宣告撒旦是个失败者，虽然他趁着我们不注意的时候撒下败子，但我们知道败子之中要受到审判，我们之中将得胜。主耶稣要与我们同在，教会要被建造起来，是可以践踏仇敌的。教会要刚强起来，家庭要刚强起来，我们的下一代要刚强起来，要为神大大使用。在这个黑暗的时代，
为主做光做盐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信心和盼望与主同活，让我们承认我们的信仰。我信上帝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，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，我们的主因着圣灵承运，从童尼玛利亚所生，在本丢比拉多手下遇难，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死了，葬了，下到阴间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，后升天，坐在无所不能的父上帝的右边，将来要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。我信圣灵，一圣基督教会，圣徒相通，罪得赦免，肉身复活，并且永生，阿们。让我们用主祷文一同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让我们一同来念差遣文。我们奉主的名出去，上帝已经如此恩待我们，让我们去侍奉他。让我们用我们的言语和行为去宣扬福音，让我们将上帝赐予我们的生命与世人分享。接下来我们请牧师来为我们祝福祷告。让我们用信心领受祝福。唯愿主赐福于你，保护你，
愿主用他面上的荣光照你，赐恩于你。愿主眷顾你，赐你平康。奉圣父、圣子、圣灵的名，阿门。